现在要去隐藏室，香港饮茶。为什么我说隐藏室呢？因为我在 YouTube 啊，在哪里都从来还没有看过人家 share。 然后呢，我的朋友跟我推荐了三个他最特别的东西，所以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去试吃。今天呢，我放那个 vlog 啊，然后有受到一些好评，好朋友的喜欢，我就很开心。谢谢你们喜欢我的 vlog。我现在在机场上面，听说现在时间非常的塞，现在是晚上7:40。那还有另外一间在中环，啊，它在 Long Charm 的上面这一间，这一间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周围的环境，这里呢就是海港城 ，OK。然后你这里过来呢，就是在这里，这一间就是新港中心。很期待，我真的很想快点跟你们讲它到底是什么隐藏式的美食。那我们需要上去三楼，这间我还没来过哎，这间好像也很好逛的感觉。这里还有少男的 LLIT， 其实还蛮好逛的，顶泰丰好像在这里。那少男的在这里，等下可以下来逛哦。我们先上去吃。顶泰丰那么多人，可惜我们不是要吃那个。那来这一间，我的天哪，今天也是好多人啊。流沙很好吃，好吗？
喝，它还是酸甜的声音。虽然我们也有叫豆奶开，但要去酸果，就是那个茶，是看那个红油草茶。Nothing can come between us. You and me, we're staying alive.